邀请上来。所有的中和的乡亲，跟咱侯市长，大家的好朋友，我们是给侯市长一个掌声鼓励一下吧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今天在座在场非常多的贵宾，有我们的金瑞龙金议员，加油！来，游辉龙游议员，加油！还有我们邱鹏瑶邱议员，加油！还有我的妈妈。陈景定陈议员，加油！以及在场所有的里长、所有的理事长，在座各位中和的乡亲、各位大哥大姐、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！加油！哦，今天我们最喜欢、我们最热爱、对我们中和乡亲最好的侯友宜市长回来了！加油！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。今天拨冗下午的时间来参加我们的侯友宜，那也总统也好酸林的后援会。大家都知道，侯友宜市长这一段时间辛苦了。他过去是我们大家最好的朋友，也是市政熊怕牌起丢，大家都跟不掉啊。跟各位报告，侯友宜侯市长带领我们新北市，他是。四连霸的五星市长，今嘛不要中痛，志伦要跟大家报告，他市政做得好，国政一定可以做得更好，所以拜托大家，我们不要管民进党的水军、网军、1450给他的攻击。最近民进党8年执政，大家都知道，完全执政，完全腐败，讲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。用1450，用网军，用水军，操纵媒体骗大家，诈骗集团在台湾横行无阻。这人要跟大家报告，他现在的数位发展部一年的预算是211亿，跟他拜托说要来打诈骗，他说拍谁？这不是我的业务范围。那侯友宜，我们的总统候选人，他跟大家承诺。他当选总统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成立特侦组。现在台湾的社会很乱，让我们让侯友宜当选，让我们台湾拨乱反正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今天非常开心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我要打多一点的时间给我们最喜欢、最热爱的侯友宜市长。市长说我还可以再讲一下下了哦。是，谢谢谢谢。那要跟大家报告。民进党执政8年，完全执政，完全腐败。今天下午，非常多我们中和的长辈、中和的贵宾来到我们中和。大家在座有一些是我们3年级、4年级、5年级，甚至6年级的好朋友。大家过去努力创造台湾的经济奇迹，现在很多我们在座，很多在座我们里内的志工好朋友，大家一起来努力。大家一起在打拼，可是现在民进党政府执政，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
也是拜托我们在座的好朋友，排口罩、排疫苗、排快筛、买鸡蛋，连现在买猪肉，大家都要提心吊胆。我们问卫福部的薛部长说，为什么要让我们中和的乡亲这么辛苦一直在排队？他跟大家报告说，拍子让我们的所有金安的乡亲就是喜欢排队。请问各位，大家是这样子吗？不是。我们在座所有中和的乡亲都是最温暖最用心的，我们只是在顾我们所有的家庭的生计。现在民进党政府完全执政，完全腐败，连人民的食安都不顾，连人民最重要的健康也不顾。志伦在这边要跟民进党算一个，最志伦在心里一定要跟民进党算的账。志伦七年级生，七年二班，我身边有非常多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，我要请问，我们要跟民进党算这个账，算怎么账？各位还记得吗？当时我们台湾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民进党政府说要清零，把大家关在房间里三个多月，结果政策大转弯，马上跟大家讲说，疫情哦要做什么？要全面跟疫情共存。我在座，我很多的爸爸妈妈，有小孩的爸爸妈妈，我们年轻人全部炸锅。当时我们的小朋友根本就还没有疫苗，怎么可以怎么跟政府病毒共存？所以这笔账，志伦今天要来跟我们民进党政府好好来算清楚。所以拜托大家，明年的1月13号，一定要为我们神圣的选票下架民进党，支持国民党，支持我们的侯友宜总统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最后，志伦要拜托大家，用我们中和大家最熟悉、最好的朋友的一句话分享给各位。我们中和有一位很好的乡亲，相信大家都认识，就是我们的侯友宜侯市长。认识的帮我举个手好不好？哦，他跟大家报告，他这次最挺也是我们的侯市长。志伦要跟大家报告，我们的韩国瑜韩市长跟大家报告，明年1月13号的选举是一个决定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。投票很快，3秒钟5秒钟就投完了，可是投出来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台湾4年甚至8年的命运。拜托大家，明年1月13号的选举是和平与战争的选择，拜托大家相信我们最好的朋友韩国瑜韩市长，相信明年1月13号的投票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。让我们不管蓝白有没有合，我们全力支持国民党，支持我们的侯友宜市长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再次感谢大家，我们中和的乡亲是最温暖，大家最团结的，所以最后要拜托大家，2024我们团结一致，我们支持国民党下架民进党，民进党执政8年，完全执政，完全腐败，政党轮替天经地义。拜托各位，2024我们团结一致，我们中和一定会更好，中和一定会大团结，我们中和一定会赢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